儿童节快乐！谁是儿童？我是儿童椅，我是儿童新乐园。这是一些儿童的接龙的部分，就是你的创意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你们想要过儿童节吗？儿童节要干嘛？送礼物。星星果老师有来送你们儿童节礼物，对吗？对。谢谢星星果。我们身为爸妈，一定也要过一下这个日子。虽然我现在不知道儿童节的由来到底是什么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节日对我们来说，其实就是一个经营关系的日子。对。让我们能够在许多的节日里面，我们能够表达彼此的爱。大家想到儿童节就想到送礼物，就是、当然期待。我要有玩具喽。对，儿童节跟玩具就分不开，分不开，因为我们自己小时候也都很期待儿童节学校会送礼物，真的。爸爸。但是呢，今年我们可以来一起讨论，就是呢，因为我们之前有拍摄了《爱之语》，那里面有讲到了五种爱的表达。第一种是肯定的言语，第二种是服务的行动，第三种是精心的时刻，第四种是真心的礼物，第五种是我最喜欢的肢体的接触。那我觉得孩子们的第一种肯定言语跟第五种身体接触，这个平常啦，平常已经太多了，对，所以他们今天不会想要选择这个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要让他们来选择。来，小朋友，你们要注意听哦，你们有三种礼物可以选。第一个呢，是今天呢，你们可以要求爸爸妈妈陪你们做一件你们会觉得很开心的事情，例如一起看一个电影，或是一起玩什么玩具。第二种礼物呢，你们可以要求爸爸妈妈做一件事情，应该就是手做，对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大纸箱。哎、欸。万圣节还没到吧？那第三个呢，就是你说嘛，我就是想要玩具、也 OK， 那我们呢就会预备一个你们没有玩过的玩具，對，可是不是我们出去买的、是爸爸以前的玩具，或者是之前有人送给你 们但你们还没玩的，可以开一个，所以有这三个礼物。 好，你们要哪一个？我想要我们没有玩过的。我要柱子。我要做。你要做什么？麦克风。只要做麦克风。拍相机。好，那还是溜滑梯好了。还是那荡秋千。越来越难了。好，你跟弟弟讨论一下。我想要比较久。我想要纸箱荡秋千，会很容易坏掉。然后他刚刚说会比较久，没错，这也是我在考量的，因为我一天不一定能够做完。还是我们可以一起看个电影，好不好？我不想要，最开心的是看电影。我跟你们说，如果我们在家看电影的话，我可以准备一些点心给你们吃。哦、想要吗？想要用这个来过当做过儿童节吗？好，被说服，被说服了。我想要看皮卡丘。所以我们现在要一起看一个电影。感觉你好像有点为难。他很为难。你是不是没有很想？好玩。你不用因为是没有很想，你就变得笑容很大。因为我们是真的想要让你们开心，所以我们也没有要强迫你们一定要照我们的提议。真正想，你想要玩，你还是想要玩具的吗？好，那你呢？我要电影。好，那我也不会觉得说一定要一样了，可以都有，因为算是这两个东西我们在今天都可以满足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但是影片已经结束了。还没啊，还没。那我们要来过儿童节了。对，那先中场休息哈。好的，我要来准备他们的礼物了，是我小时候的玩具。这一袋很像垃圾，有一些我已经拿出来给他们玩了，例如 Power Ranger 绝对无敌雷神王，还有一个玩具呢，在我们小时候也非常红的，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人在玩了，是什么呢？弹珠超人。先来看一下可不可以发射。可以可以。看到吗？这三只是可以合体的，来看一下。好，就在我的礼物还没有准备完成的同时呢，我们要先来看电影。你知道要看什么吗？我知道啊，你们要看什么？皮卡丘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来看《宝可梦》剧场版。小朋友开心吗？我觉得三味的好好吃。其实我小学的时候有迷过宝可梦，对，你刚刚整个少女心喷发耶。就小学的时候我有 Game Boy 皮卡丘的游戏，收服宝可梦，我是皮卡丘迷，好可爱哦，都忘记它那么可爱了。看完了，看完了，看完了，天哪，其实是我的儿童节。但是我那个年代是叫做神奇宝贝。对啦，看完了一个热血的故事。你喜欢哪个？皮卡丘。你喜欢皮卡丘，你呢？我喜欢一部。不错啦 ，Quality Time。好，我要去包装了，准备送礼物。这个礼物就是
之后会很吵哎。所以这一代我觉得不要送，可以不要附配件吗？不行啊，附配件不能玩了没？重点就是这个啊，这边。箭头弓，箭头弓弓。你们来看，这上面是什么？房子。一百种理想哦，你看到一百种理想，这个是我们一百种理想最新 logo。你看大家的发型，这两个是谁？对，这两个是谁？所以他们是谁啊？旁边那两个呢，就是我要送你的礼物。嘿，好，你们拿到这个礼物，开心吗？还不知道对不对？把它打开吧。是什么？呀，是你？是我？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你有看过吗？没有。跟他有像吗？我跟你讲，还要有这个，摸摸看，摸摸看。巧克力。然后摸看，猜是什么？不可以看的，要摸的哦。弹珠。弹珠。然后呢？放在里面。哦，看我哦，弹珠超人。可不可以发射呢？哇，飞好远哦，好强哦！你知道你要感谢谁吗？爷爷奶奶。对，因为这个玩具是谁买给我的？爷爷奶奶买给我的。爷爷奶奶，你们的爱传承了，到下一代了。谢谢爷爷奶奶。几十年前的爱心可以传承到现在，你就玩具很、玩具很有意义耶。真的。你真的有保存到现在，这个爱就一直延续下去。我想说，这个儿童节也一直的延续下去，就是在过我们小时候的。对对。看我小时候的卡通，还有玩你小时候的玩具。对。弹珠超人。发射！我们要怎么合体啊？男人从小就喜欢合体。怎么啦？这个。碰到了，儿童节快乐！有一个凸出来的尴尬，对，他是男的，他是男的，所以要把他抓上去。内裤，这个是他的内裤啊。你看，因为他鸡鸡露出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很笑，好，所以穿起来。喜欢这个礼物吗？好的，我们今天儿童节圆满成功，有快乐吗？快乐。哎呀，掉了！啊，好崩溃哦！今天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是100种理想，拜拜。我们迫不及待要玩玩具，没心情拍片，就这样，拜。